应该很没关系。这样看有点变态。哎，没有人拿卡哎。拿卡。关在门口了，就好笑了。就拿了，我那边门开了。啊？拿啥？把门关了吧，那边。不是，你要帮我固定这个，不然我抄不到。哦。帮我固定。能固定它。你应该用另外一个是吧？哎，拉不动了。它没，它摆歪了。你应该用，你去拿一个自拍杆。我应该去拿一个自拍杆。去上。收回来也挺难的，它就是卡到这回腿。这样比较好。你拉吧，哎，你这样子会缠在一起的，你不要弄太多。哈哈，还是一样卡的。你帮我拉一下这个，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别用。好晒呀。还是卡住了什么？我手特别小。绕得特别奇怪，为啥要这个卷卷呢？对啊，除了制造更多的麻烦。没有的话，它是地上一盘，嗯，挺丑。过来呗，拍我吧，应该够了。就是这东西，我要一个新的，这个还卡不住。你小心哦，踩了很多水。小心也是水。好晒呀，主要是。那也不晒。不能直接冲吗？人冲太弱了。哦。冲个屁！哎呀！难受的。我就不行了吧，我是我不防水，人家可以拍出很好的镜头，然后到那里我就冲他，转场就是被冲。然后一直用力怼的话，
好聊死。高呀！啊，没地了！哪有地了？这个我确实都不买一个那种头就方便多。哎呀，站在阴影地方就好冷，站在晒的地方就好晒。不要，那你把那水关了吧。剪好一点，行，然后全部扯出来。还会自动动，没有吧？是因为里面有让它卷的，就是均匀。哇，突然间很爽。
段时间很爽。哇，突然觉得很漂亮。都在手机上。哦，你好牛逼啊！哦，火轮，你裤子全湿了吧？哎呦！从这边从这边洗那个窗不就好了？为啥要？太爽了，这么长。它长得好快，长得像个菜。你快点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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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它好像完全擦不了菜。脚上喷，好，帮我关了吧。